主料：酸菜心300克，蒜末3瓣。辅料：色拉油、葱花、清水、干辣椒一个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买来现成的酸菜心，洗净切丝后，用清水浸泡30分钟，去掉多余的盐分，更营养。再冲洗一遍，挤干水分，大火热油，煸香蒜末葱花，倒入酸菜，滴少许清水，大火爆炒，加入干辣椒末，翻炒均匀，盛入大碗中，饭是用筷子减少叠出来，非常爽口，下饭又开胃。烹饪技巧：一、酸菜买回来需清洗干净，按清水浸泡30分钟，主要目的是去掉多余盐分，食用时不会太咸酸，我没有添加其他佐料，爱吃原汁原味的你可以根据喜欢增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